这块写的细一点儿，写的细。你签过合同吗？你懂啥呀？毙了吧！我看别人签过。我回来了。哎，藏啥呢？啊，没有没有。写情书呢？没有。哎呦，今天我们家挺干净啊。 窗明几净啊，谁打扫的？我。哎呀妈呀，太阳从咱们家里边出来了。小米粒儿能打扫卫生，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啊，没事儿。赶紧说，有啥事儿？老实交代。真没事儿。不听话呢，现在。是这么回事儿？怎么回事？小米粒儿啊，刚谈了一个大单，一会儿过来人签合同。王小倩儿，嘴咋那么欠呢你？欠的好。 哎，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为啥不跟我汇报？我不想着，我想自己锻炼锻炼，看看我能不能独立完成。你独立完成，你完成不了。小米粒，你才做了几天生意啊？我可是你的投资人，我要为你负责任。全家把培养你的重担压在了我这脆弱的小肩膀上，是有责任的。我坐下。王小倩做的对啊，给我说说到底咋回事？王小倩，你说。 啊，是这么回事？怎么回事？那个，今天要来那个人吧？是俄罗斯的，那个叫安德烈。妈呀，还是一位外国朋友？那你更应该告诉我了。激动啥？你外国朋友怎么了？我对我的货特别有自信，价格好，质量好。<笑>你做过几天生意啊？这只是一个方面啊，这是跟外国朋友。 咱可不能丢面儿，你懂不懂？明白，就是装。二不是你装的最好是头子。<笑>我用得着装吗？跟外国朋友咱更不能装啊！对对对，对不对？我前任方往这一站，那就是成功人士的样本。<笑>二姐夫，那现在照你这么说，我们该准备些什么呀？你完全听我的啊！你现在就不是小米粒了。 你现在就是范总，哎，我就是你的财务总监。王倩，哎，你就是他的私人助理。好嘞，你不用这个此处。<笑>助理嘛，助理就是提包的。啊，明白了，来伺候着。上天不巧，二姐夫，咋的了？太夸张了。你严肃点。你演小品呢？ 那照你这么说，我是不是还缺个保镖啊？说的对。哎呀，小米粒，你说的太对了，像你这种身份，确实应该有个保镖，而且是私人保镖。私人保镖？那，哎呀妈，可拉倒吧！我上哪儿找私人保镖去？回来了。干啥呢？都起坐，站好了，转一圈来。 走走走走走，哎呀，很好，干啥呀？挺胸，收腹，抬头，撅屁股，太好了，太像样了。怎么回事啊？这是赵刚子啊，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小米粒儿，不，你就是范总的私人保镖。啊？什么保镖？怎么回事？大姐夫，我告诉你，闭嘴，你是谁呀？你是范总。 你高贵的身份要有气质，要矜持，一边练去。怎么回事啊？王助理，当解释。大姑父，是这么回事儿。今天我们要在钱总的带领下，为小米粒儿，不，为我们范总能够签约成功，特意排了一个小品。 今天来到咱们家的这个人是俄罗斯的，叫安德烈。你瞧你那样，我就一边想。田振鹏，好的啊，田振鹏，你过来。怎么的了？你又干啥？你又干啥？我在帮助你。你又搞这个虚头巴脑的，是不是？啊，干什么玩意儿？还保镖？我不掺和你这事儿，我没干过保镖。你干没干过保安？那我干过，我就是从保安一点一点干到物业副经理的。一样，你就这么干，照这个样干。那人家来了，我说啥呀？一个保镖能说啥？你就一个词儿 ，yes。 哎，你们两个啊，
外国朋友马上就到了，你赶紧接去迎接一下，热情啊！你注意高贵的气质，矜持啊！伺候着，走。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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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行吗？能行吗？赵刚子，哎，干啥？赵刚子，干啥？我这做饭呢，一会儿我还上班呢。你就知道吃啊你！我不做饭，你吃啥？趁着这会儿人外国朋友没来，我得好好训练训练你。训练啥呀？我就一个噎死，还用训练吗？保镖是有特点的，电视里你没看过吗？就穿你这样的衣服，哎，特别是那个眼神，眼神里要透着杀气，另外还有警惕。你来一遍，开始。行不？行什么行啊？你这是杀气和警惕啊！你这是饿了，哪有吃的？哪有包子？顺风，我跟你说，我刚才当上面，我不好意思说你。怎么的？你老弄这虚头巴脑的干啥呀？啊，谈个买卖，你跟人家实实在在的不行吗？我告诉你，眼砸了，你赔我损失啊！这怎么什么事都得听你的呢？我是投资人，你得参考投资人的建议。安德烈到，收腹，挺胸，撅屁股。这就是那个外国的那人呢、啊、对呀、啊、这就是外国朋友，看不出来吗？头发颜色，这位就是安德烈先生，这位是我们公司的财务总监钱总。你好你好。哎，哥们你啥意思？你这件事是不是告诉我你饿了？ Yes。 还什么 Yes？你好，安德烈先生。你好，我是钱总。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范总的私人保镖。哦，他叫铁锤。哦，铁锤，对，是个粗人。啊，见谅啊。啊，这哥们儿不错，是吧？挺有派。Yes。开玩笑，谁问你了？你等会儿啊。哎，范总呢？啊，那个范总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处理，所以就安排您和安德烈先生会晤。请坐。Spicy吧。Spicy吧。哎呀，安德烈先生啊，啊，我们范总很忙啊，啊，日理万机啊，于是乎这些小生意就交给我来处理。没事没事，我知道。小米粒儿挺忙的。打住啊，小米粒儿是我们范总啊。啊，你口口声声小米粒儿就这么叫，是不是不合适啊？Yes。 哦，对不起啊，下次注意。没关系没关系，我下面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发展状况。好，现在我们公司发展得很快呀、覆盖面很广啊。啊，对，整个小区就没有不知道的啊。那下一步呢？下一步我们准备上市啊。对，要冲出小区，走向市区。走向市区。哎，哎呀，陈总，哎，我听着这么像脸摊呢。练摊儿你也懂啊。啊，我们这可不是练摊儿。是吗？那个王助理的意思啊，那个股市不是在市区吗？啊，我们得进了市区才能进入股市啊。啊，进入股市我们才能上市啊。啊，对，哎，好，这回事。对对对对对。哎呀，你倒水吧。啊，你别说话了。铁锤啊，坐下吧。铁锤，哎呀，铁锤啊，你作为我们公司最基本的员工，跟安德烈先生来，这介绍一下本公司。Yes。 来吧。Yes。 说话。Yes。 喝水。啊。你老噎死，敢说话呀？你不是告诉我就让我说个噎死吗？王小倩，这马上就要露馅了，我也没话说了。你就知道啥，你跟他聊点啥，一会儿小美人回来不就好办了吗？这是你让我说的啊！你说。哎呀，你好。你好，请出示一下进门卡。啊？那个，进门卡呀？啊，对。铁锤的意思是，金门卡就是资质啊。
啊、哦，哎，你要是没有资质的话，我们无法跟你合作呀。哦，对呀、啊，有道理。哎，有进门卡才能进门，进了门以后才能更好的为您服务。哦，啊，对你有了资质，你进门啊，你得赶紧进来，进了门我们才能全心全意为你服务啊。不对呀、啊，小区门口那个大串联保安怎么和大寿一样啊？他都是我教的。对，都归他管。我是物业副经理，我叫赵刚子。哎，赵刚子，别说话了，露了。哎，什么情况、啊？你就别装了，行不行啊？啊？来来来，什么情况？要几个意思？来几个意思？几个意思了？我跟你讲啊，几个意思？这个安德烈先生是这样的啊啊！行了，王小倩，别在那装了。我跟你说实在话啊，啊，他们跟你演戏呢啊，全是假的哦。我是小米粒的大姐夫，我叫赵刚子。哦，他是二姐夫，叫钱顺风，明白不？小米粒这个公司啊，刚刚起步，其实特别需要您的帮助，就是这么个情况。钱总，哎哎，啊不，二姐夫，哎，你给我个解释吧。我这个解释什么？我解释不了了，我解释了。我回来了。哦，小米粒。小美女，哦，你好吗？哦，钱总监，哎，你好，谈的怎么样了？哎，谈沟里去了。啊？你搞忘了？有大姐夫在这儿，没有谈成的事儿，你赔偿我的损失。我赔偿什么呀？我告诉你，我都说的是实话。你说的实话，我是投资人，我有损失。你要实事求是。行了，你俩别吵了，我跟你俩说实话吧。其实啊，我们在回的路上已经把合同签好了。几个意思？二姑父，这是小米粒导演的一场好戏。好戏？哎，钱总，好戏。钱总，这多是小米粒安排好的啊！就想让你知道啊，微商之道就是诚信啊！我明白了，他说的是微商之道就是诚信。哎、啊，我非常欣赏他的诚实啊！我呢，也借机会过来一把演小品的瘾、哦、啊。小米粒说在东北人人都会演小品，我还不信，这一看你们演得真不错、啊、我很喜欢你们。我也喜欢你、啊、我想问一下啊，你们觉得我演得怎么样、啊、你别问，问街坊邻居们他演得好不好。怎么样、啊、谢谢安德烈先生，哦，欢迎你来中国，谢谢你，非常的 yes yes、啊、小米 啊, 啊，大姐夫可得好好表扬你啊，讲诚信是咱老范家的家风，好样的。大姐夫你过奖了，这不都是跟您学的吗？哎、光跟大姐夫学没跟二姐夫学点什么？学了，你带我做生意、嗯、带我赚钱、嗯、不过呢在讲诚信方面呢你还是不如我大姐夫的。那我们签约成功、哦、今天我请你们吃饭啊。那哪行、啊、我知道沈阳有一家俄罗斯餐厅哈拉少，我请你们吃俄罗斯菜。那不行。什么？到我们家乡了怎么让你请客呢？对、哦、是我们沈阳菜，对不对？对、哎啊、这么的猪串大腰子烤腰子外带老雪管够。好，兄弟，我都不知道说你什么好了。不是，你现在就不应该说我了，请允许我说两句吧。谢谢你，我亲爱的田经理。小脸啊，你都让我穿成这身了，还有必要叫我经理吗？啊，辛苦了，田保安。这整的没用的，站好了。告诉你啊，不能这么骗你爸啊。不是我故意骗我爸呀，你是不了解我爸那个脾气，我爸老要面子了。我跟你说，上次来赵经理帮我圆过去了，这次来我希望你帮帮我这个忙。我跟你说，我爸又把我们村主任给带来了。行啊，我跟你说啊，一定找个适当的时机把这事儿跟你爸讲清楚了啊。行，我一定跟他说得清清楚楚。最后一次啊，哎，把我那衣服你穿上吧。真的？哎呀，穿上吧。谢谢我最帅的田经理。你说这一天容易吗？这于小脸儿，没想到我院祖又回来了啊！
哎呦哎呦哎呦，大爷呀，这么笑脑袋不迷糊吗？迷糊啊，那迷糊就别这么笑了，怪吓人的。大爷叫啥大爷呀？叫彦祖叔叔。彦祖叔叔。哎，我是你一个保安，不在岗楼子里头站岗，你跑到经理办公室干啥？哎呦，我这衣服跟那个不是，你到底找谁吧？我找谁？对，哼，这个物业公司的经理是我爸爸。太客气了吧？是我儿子。啊，你是于小脸的爸爸？哎呦我，那你俩是长得是一点也不一样啊？是吗？啊，这大伙都这么说呀。我儿子确实是没长过我。啊，是。我就老说呀，于小脸一定要有你这份自信，他对长相。啥于小脸于小脸的啊？这于小脸的名字也是你叫的吗？要叫大经理。啊啊，对对对对，那个叫于经理，对。哎，独子可教也。哎呦，我天哪，大爷，你是不是想说孺子可教也？就那个意思吧。啊，哎，你闲着也没事。我从老家带了点土特产，去洗洗去，摆两个拼盘啊！哦，行。哎呦，挺沉呢。回来。哎呀，我发现你这小伙子长得挺精神的啊！这家伙跟我那年轻的时候长得那是一模一样啊！那啊！哎呦，我天哪，这太吓人了！我老了就变成这样了。咋的了？哎呦，我于小脸啊，珍惜你年轻的时光吧。什么？儿子，爸！哎，干啥呀你？啊，我都快没气儿了，你来。咋的了？我就想你嘛，爸呀。想你你就这么抱我呀？啊？见面就这么抱我，你是是不？对不起，爸，我是实在太想你了。来来来，爸，哎，快来坐坐坐坐坐。你说你也是，你说来就来，你也不告诉一声，还把村主任给带来了。村主任呢？哎呀，他哪见过这个世面呢？哦，这一下车呀就蒙圈了，自己转呢。哦，大脸，哎，他这次主要来啊，是向你学习这物业的管理，啊，你要好好教教他啊。这样，你呀坐着讲，让他站着听。那不合适，那是咱长辈呀，我能让他站着吗？不合适。啥不合适？这样他更能仔细听。小脸啊，你现在啊当领导了，我还得教育你几句啊。这当领导了，一定要低调，不能张扬啊。上次我来。你干了个副经理，我就心满意足了。你咋又干上正经理了？这啥意思，爸？咱家我要是当上正经理了，你还不乐意啊？我当然乐意了。那你应该替我高兴啊！高兴高兴。不过呀，自打你当了正经理呀，咱家就更不消停了。咋的了，咱家呀？咋的了？你大人这一下子给咱家送了十只鸡。哦。你二叔给送了两只羊，你三婶啊干脆把那牛牵咱家去了。哎呦我的妈呀，我这些长辈都是太为我高兴了哈。是啊，这还不算呢，最高兴的就是孙西头，你王奶奶非要把他家那大姑娘嫁给你，我没答应。你先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咋的了爸呀？我跟你说我抗议啊，平时老催婚老催婚，这回别人给介绍女朋友了，你咋还不同意呢？我能同意吗？他家最小的姑娘都49了。哎妈呀！父亲，父亲你英明啊，父亲。哎呀，大爷，哎呀，你这一兜子特产就是生地瓜呀？啊，那我只能是摆成这样了。摆上，摆上。哎，好，摆上。哎，我带的这地瓜呀，是最甜了。哎，走，大爷。我说你这孩子屁股咋这沉呢？啊，不是，这是你坐的地方吗？那个，这经理还站着呢。啊，你给我倒碗水去。哎，
回来。嗯，他知道。哦哦，对对对，那个我去，你小亮。老于，老于，村主任来了。你怎么狗年比兔子跑得还快呢？来了又。是啊。什么咋的了？你把我给带丢了。哎呀妈呀，不是，我爸呀，想让你在我们小区啊多溜达溜达。来，来来来来来，喝点水啊。哎呀呀，谢谢。哎，小亮，喝水喝水。介绍一下。太得介绍了啊！来，这位就是我们村的村主任，叫韩大爷就行。你好。这位呢，就是我们村的颜值担当啊，那个见过，彦祖叔叔吗？我爸。坐。哎呀，喝水喝水。俩人啊。哎，这小区都是你管理的？那玩意儿你行吧，随便。啊，对对对，是我管理的。不错呀。哦，管理的好啊。是吗？你现在都当上经理了。我没骗你吧？啊，看见了没有？这个办公室就是我儿子的办公室啊。是不是挺好？好。那当初我说我儿子当经理了，你咋说的？我咋说的？啊，我给你学一遍啊。彦祖啊，哼，就你儿子那样子，他要是能当上经理，我就干了。是不是你说的？我不是这意思。你啥意思？我的意思啊，要是脸儿啊能把这个小区管理好了，能当上了经理，我这个村主任呢，我就吃了。你让他们年轻人干你。你看，你看，爸，村主任不是这个意思，你误解了，误解了，误解。坐，我就说嘛，来坐。哎，我这次来呀，哎，就是跟你们来学习管理经验的，对吧？是。哎，说说，这小区都是怎么管理的？这个呢，他应该反正啊，一看就开会不认真听吧。孙主任啊，是这样，管理方面呢，就是严格控制门禁，一人一卡，一车一杆，外来人员呢必须得登记才能进来，一旦发现可疑之处，马上向我汇报。我向你汇报啥呀？向我儿子汇报。哦，脸啊，这基础设施都是怎么维护的？他这玩意儿，开会的时候睡着了。基础维护啊，主要就是责任分工，谁负责的区域出现问题就找谁。哦，那规章制度是怎么定的？剩一边吃去，去。啥你不会？是这样啊，是由经理和副经理还有各部门的主管一起研究制定。哦，来，你坐着。那，哎，坐，我说你这孩子，你咋这么欠呢？啊，这我儿子这地瓜还没吃完呢，你老抢答啥呀你？抢答你能是不是？不是啊，不是他爸，你说这就不对了。他们平时我开会的时候，就他们要抢答都是对的。拉倒吧你啊！起来，你坐这儿，接着问。你们这物业费是怎么收的？哎呦我的妈！物业费，你不给我问费了吗？这不？行了，换个话题，你们这保安是怎么训练的？我来当。这边请。我来，这下，哎呦我的妈呀，问着我了啊！这个我跟你，早点名，晚出操，样样我都行。稍息立正，向后转，停车入库，你要听口令，听口令，听口令，得看嗓门硬不硬。你听听我嗓门硬不硬？到，到，倒车，请注意，那么倒车请注意，来，倒车请注意。
到底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啊，对答如流啊！啊，我儿子行吧？太行了！物业费怎么收的？我，嗯，行了，行了，行了，我呀，还是问他吧。对对对，我儿子是经理，你问他干啥呀？老于啊，还不明白吗？这是真正的经理。那我儿子是啥呀？吃瓜群众。儿子，这是咋回事啊？哎呀，爸爸爸爸，我说实话吧，啊，爸，对不起，我骗你了，我这不是经理，我是小区保安。啥玩意儿？这么大声干啥呀？你这，我是保安，他，你刚才挤的那人才是我们经理。我，哎呀，哎呀，哎，爸爸，爸爸，爸爸，哎呀，爸爸，爸爸，哎呀，爸爸，你说你干啥呀？这是，你说我就没当上经理，你说你上这么大火干啥呀？不是我上火呀，我把你大爷的鸡全都给吃了，你让我咋跟他说呀？这个，不是爸，没事，等我回家以后啊，完我多买几只，我给他补上不就完了吗？啊，这不是补的事儿啊！你给我站起来，小脸儿，小脸儿，啊，你说你，哎呀，你我怎么教育你的？你说你啊，我让你诚实。你说你为啥要骗我呀？爸，你别生气啊，不是说我想骗你。你说这我出门两年了，老给你打电话，你就说我也没有个进步，是不是也没有个起色？其实不是那样的啊。后来我又着急，我就想，那我编个谎吧，让您开心开心。我说我当上副经理了，这家你可好，还把村主任给带来了。我是要面子，但要实事求是啊啊！就说你吧。你呀，就是当上经理、当上保安，都没关系啊！只要把你的本职工作干好，一步一个脚印都能成为国家的人才啊！这，你说这干啥不一样啊？你非得……爸，哎，我错了，这个确实是我错了。我想好了，咱以后我就踏踏实实干，对不对？我给咱家争光，我不给你丢人，行不行？这就对了，老于啊，儿孙自有儿孙福，别太操心了。哎呀，你看你说的，那我儿子要是有我这个颜值，那我也就不操心了。那个小点啊，哎，这都说开了就好了啊。这样，去小区参观参观。好嘞，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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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陈志峰，哎，你抱着你儿子唱这首歌合适吗？你老父亲在这儿呢。对不起，爸爸。嗯，来，我抱着你再唱一遍。去一边去。爸，你来来，你坐。哎呀，你看你孙子，我儿子长得多带劲，你看。那还说啥了？咱老钱家的基因好。那没谁了。你看，你看你孙子，我儿子，你看这眼睛，不像你。你看这鼻子，也不像你。你看这嘴，更不像你。爸，你咋说话呢？你说对了。这孩子怎么哪哪都不像我呢？儿子，啊，有句俗话说得好啊，女大十八变，男大二十变啊。像你的日子在后头呢，别着急。是，你小时候就特别不像我，是吗？你看现在啊，咱爷俩往这一站，这眼睛，这鼻子，这嘴，也不像我。爸，你这话是几层意思啊？不是。没别的意思，最起码我跟我儿子个头特别像，肯定错不了吧？是吗？你快拉倒吧！你从小就告诉我，我是从小不好好吃饭，这个儿没长起来。儿子啊，你说话是几层意思？我没啥意思，我就是合计这孩子一共啥，他就不像我呢。用不着瞎合计，你儿子就是你儿子，肯定错不了啊！哎呀，他咋就聊啥呢？
什么不像，什么错不了？哎、媳妇儿啊，啊，我就看这孩子呀，你看咋看怎么不像我？我爸这安慰我呢，说这就是我儿子，错不了。钱顺芳，你几个意思呀？啊，这孩子都生出来，现在不像你退货呀？不是退货，我说你看看，你好好看看，我们爷俩那哪儿像啊？哎，对了，咱俩生孩子之前不都商量了吗？不管男孩女孩都不能长得像你吗？哎，你俩有病吗？啊、生孩像谁是商量出来的吗？不是，爸，你看啊，我也看出来了，这孩子吧，你说。吃饱了就睡，睡醒了完就吃、嗯、你让他笑呢他绝对不哭，你让他哭呢他绝对不乐，一点都不驴不随我。对，不是驴脾气像你好啊，驴脾气不能像你，我儿子温柔随我随我爸。对，没错，我大孙子随我，我脾气就好就温柔。我明白了，我孙子长得是你们俩身上的优点。哎、啊、行了，哎呀别瞎合计了，我今天早上啊，哎，给我儿子上户口了，派出所人家不能弄错了啊！你看这写的清清楚楚的，父亲，我，母亲，你，儿子，他，往哪儿比划呢？哎，你报的那个啊、哦！哎呀，我还头一次看这户口本呢。你好好看看。哎呀，这有血型呢。啊，我儿子是 B 型血。B 型血不好吗？媳妇儿，你是啥型的血呀、啊？我是 O 型血、哎，我前年献血的时候还有个证书呢。是不？你啥型血？我是 A 型血。出事儿了，我的老父亲。憋回去。不是你俩 A B C D 的，搁整半天啥意思啊？把我整懵了。爸，你没听明白吗？我是 O 型血、啊、我有证书的。爸、啊、我是 A 型血，不你告诉我的吗？没错呀、啊、那怎么可能生出个 B 型血的孩子 呢？不是这有什么 这孩子是不是抱错了吧？你等会儿吧，我突然想起来了，你生孩子那天产房里还有一个孕妇呢、啊、跟你一块生孩子，你是不是抱错了？你啊，你给我上本拉去，我怎么能抱错呢？我那孩子就没离过手。对了，钱顺芳啊，是你带孩子去洗的澡吧？是不是你没看住，你把孩子给弄错了？你胡扯呢吗？我抱着孩子，我洗澡，我两个眼睛我都没敢眨，我就盯着我这儿子。不好意思啊，哎，我看着门开着，我就自己进来了。哎呀，之前不跟你约好吗？今天来给你测血糖。不是，你来的正是时候啊，孩子，来来来，那个我们家现在乱套了啊，怎么血型大混战？我跟你咨询个问题啊。好。这孩子的母亲是 O 型血，这孩子父亲血型是 A 型血，有没有可能生出个宝宝是 B 型血？开什么玩笑，这完全不可能。哎呀，我就说这孩子就一点都不像我嘛，你说我是 O 型我有证吧，啊，他是 B 型也验过了吧，你是 A 型他怎么可能是 B 型啊？是，我是 A 型是我爸告诉我的呀。你说你说这孩子肯定是抱错了，怎么办呀？是不是？二米，你先别难受，先别难受啊！我来帮你捋捋。这个孩子呢是 B 型血，你是 O 型血，这都是有证明的，对吧？啊。那钱总啊，您这 A 型血验过吗？我是 A 型啊，我爸告诉我的。对呀、啊，我证明他是 A 型血呀、啊。他那年小时候，我给他上户口的时候，户口有个栏儿得填血型嘛。啊，对呀、啊。他爸爸是 A 型血，我自然儿子肯定 A 型血呀。不都说儿子随父亲吗？这血型。我还是头一次听说血型是这么定的。大爷，你们这也太大意了。那钱总40多年了，连自己啥血型都不知道，还在这猜呢。啥40多年了？我今年才37。你别猜那些细节，你说不是？这么着吧。我呀今天出诊随身携带了迷你血型仪，咱们现场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这个主意好，这个主意、哎、来来来来下快、啊、哎呀哎呀，你测着啊、嗯、啊，你还得等会儿啊，等会儿，哎，还得等会儿。好嘞，哎，好，结果出来了啊。钱总啊，您是 B 型血，你们看啊 ，O 型血加 B 型血是完全可以生出 B 型血的宝宝的。哎呦我的妈呀！吓我一跳，我这吓死我了！哎呀呀！谢谢你啊，不客气。行了，
谢谢你孩子啊。没事没事大爷。这我这还有病人那我就先走了啊。好的行行行再见啊。再见再见啊再见。哎呦这还是我儿子呀。哎呀宝贝儿啊。爸呀啊你说今天这事从头到尾是不是就怨你哎这血型哪有瞎写的你。哎呀这时候就别怨咱爸了今天知道不就完了吗啊加深一下印象啊我问你你什么血型这不刚验的吗请看我的口型。B 爸你什么血型我是 A 太好了哎我婆婆什么血型啊看我的口型啊哦哦是不是你们孩子还有啥问题呀爸呀不是俺家孩子有问题呀是你家孩子出问题了我的老你憋过去你憋过去什么意思怎么回事爸呀啊科学你不懂啊怎的你刚才说了你是啥型的血我是 A 呀妈是 O 型的血、啊、我怎么可能是 B 型的孩子呢怎么可能不可能你看我们俩往这一站来二米丽你给见证一下看我们俩的眼睛再看我俩鼻子再看我们俩嘴一点都不像看来我当年的怀疑成真了啊哎你记得咱们村里吴叔不吴叔啊我记得呀他有个儿子叫吴都来没错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啊吴都来不还是你徒弟吗他炒菜那时候好手艺跟你学的是这小子特别聪明跟我一学就会我们爷俩那处的跟切了差不多呀哎你知道他爹你吴叔是干嘛的吗吴叔是干啥的跟你一样干工程的啊难道吴叔才是我爸不可能那吴都来是你儿子啊怎么不可能啊怎么不可能啊确实不可能哎哎啊你相信他绝对不是我儿子怎么能才能相信呢因为我们俩长得不像啊、哎、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回家正好看到吴都来了、啊、他跟我合了一张照片、啊、我把他放大了你们见证一下、啊、像不像啊你别说吴都来小时候跟我爸长得真是不像是吗一点都不像那应该没有关系你们看个像反正我觉得一点都不像这还不像呢这不就是一个拉长了一个挤扁了吗别瞎说话拿来吧我给你收起来吧不像啊一点不像你看啊顺风的血型弄错了幸运你的也弄错了呢我怎么可能弄错呢不是爸你怎么可以把我那不好意思啊我刚才走得太急了忘给二米粒测血糖了哎呀那什么快一点不着急 啊那个你来的正是时候我再给你咨询个问题啊啊啥我呢我的血型是 A 型啊我老伴是 O 型啊有没有可能生出一个 B 型这么个玩意儿这不和刚才问题一样吗不可能你还是报错了秦总别难受别难受 啊我再给你捋捋啊您是 B 型血我刚刚给您验过了你刚验的那大娘这 O 型血验过吗验过那个她那年做手术在医院里验的啊那错不了啊大爷那您这 A 型血在哪家医院验的呀对啊你俩听听啊你俩听听孩子说话呢啊特别不会过日子怎么呢还在哪家医院验的谁去医院验呢多贵呀我那天骑自行车瞎溜的路过一个桥洞子我看底下摆个小桌上面有个小牌牌写的验一次血型2毛钱我直接给他扔了5毛我验了3次哎你说我奸不我的大爷呀这路边无证验血您也敢验呢就不怕得疾病啊再说了他也不可能准呐准非常准你让人护士给你测测吧对对对你再测一遍吧、哎、啊对对对再给我测一下再给我测一下这怎么可能呢能错你怎么不可能你给我都整错了你自己还能整不错、啊、这个不能大呀你太不负责任了你啊来来这个哈来来来我说真错了我真叫你钱叔了一行了不用验了我爸是一型血别瞎掺和大爷呀咱们以后看病验血诊断呀都得去正规的医院才行对像您这种做法不单是对您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家人的不负责任对你对我太不负责任了你看结果出来了哎看什么您是 B 型血 O 型加 B 型、哎、生出 B 型的宝宝完全没有问题你看你俩哎呦我的爸呀儿子停护士啊这回准吗
放心，这次啊准没错。继续。儿子，爸爸，哎，烦了，爸，儿子，哎呀，你还是我的亲爸呀。儿子啊，我觉得咱俩有必要到楼下的小酒馆喝一壶庆祝一下。庆祝啥呀？因为我找到了失散37年的儿子呀。爸呀，你永远都是我爸。走走，赶紧喝一壶。儿子请客啊。哎呦我天，见笑了啊，虎神。没事儿。哎呀，宝贝儿啊，终于真相大白了。你爷爷还是你爷爷，你爸爸还是你爸爸，我还是你妈。咱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消息告诉你老婆你姥爷？是的。嗯，等一下。喂，妈，我想问一下，你什么血型？哦 ，A 型啊。那我爸呢 ？A B， 我是 O。妈，你等会儿啊。护士啊，就是你说 A 型和 A B 型血能生出个 O 型不？相信我，不可能。妈，不管你在哪儿，站那儿别动，我马上就到。走。嘿嘿嘿，快乐是个宝贝。